走走走走走，去，小鸟，那么快就关门了？怎么也还咒我们呢？我打死了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你真缺德，你打烂我脖子，你快赔给我！赔你？我还要揍你！行了行了，不要打嘛，他已经够可怜了，敬老是做人的美德，你又何必为难他呢？您那么好心，你去试试吧。哎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那就好了。你拿着啊，老婆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想请你吃顿便饭。 请我吃饭？啊！哎呀，想不到这个世界还有你这种好人！谢谢，你跟我来。上来！哦！臭娘们，三国人跑！哎！宰了你！哎！哎！哎！宰了你！臭娘们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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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是谁？你管我是谁？总之，你欺负女人就不对。要不然我打得你躺下。哎，我在这儿。嘿，呀，嘿，打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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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哈，哎，哎，呀，哈，哇，哇，嘿，呀，嘿，哈，哈，嘿，嘿，哈，哈，呀，嘿，呀，哈，哈，怎么？现在是你躺下还是我躺下？奇怪啊，哼，她是我老婆，我是她丈夫。你看着啊，老婆啊，让我亲亲你。嗯，哎呦，干什么那么肉麻？你不害臊？你服不服气吗？当然不服了，都把我打肿了。不是，我是说她打你，你服不服气啊？你更加不服了。不服你就打她、啊。等一等，你们真是两夫妻，结婚证书都有了。要不要拿出来给你看看呢？既然是两夫妻，为什么老是吵嘴打架？你一定是没有结过婚，这就叫做床头打架床尾和了，对不对啊，老婆？不打架不吵嘴，那有什么情趣啊？啊，是啊，你见过两夫妻不打架不吵嘴的吗？当然见过了，我爸爸跟我妈妈就从来不打架不吵嘴，那不是人呢、啊，简直是不正常。你们才不正常的，一会儿要好，一会儿狗咬狗。老婆，他说你是狗。我是狗呢，讨厌。啊，看你真像一条疯狗。什么？神经病！你个死鬼！你骂我是狗？疯狗就是疯狗，还打人？啊，疯狗！